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编。会在这个画面开场，主要是因为刚刚进游戏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游戏版本过旧，他有更新，那我怕他就是进不来，所以我一直等到我确认他进来，我才要开场。那因为我现在画面上是 19.1， 但我之前那个记录档是 19.0 的记录档，所以大家见谅。那今天又是一个充满僵尸冒险的一天啊，欢迎来到七十杀世界。今天我们就要骑着我们重型欧多拜，然后出去逛逛啦。欧多拜，噔噔噔，耶！耶，小车车退休喽。小车车就先放家里面吧。也不用拿进来了，其实也不用拿进来。就这样放家里面吧。家里边另外一边有一个路口可以骑车冲过去，所以就不用。噔噔噔，加满油。等一下，它油不是2500哎，是更高哎，3000，油总共3000哦，比小车车多了一排还两排啊，不确定。总之接下来又更耗油啊，持有怪物，所以要努力的赚钱喽。我们来看看哦，今天这边是解任务。这也是解任务。糟糕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先去找商人。不！我遇到什么虚空顺动了？哦，好怕，好怕。哎呀！哦，因为商人还没开，对，难怪虚空顺动。等一下，那我们先冷静一下，我们冷静一下哦。别开始跳了，很恐怖哎。四级消灭。这个已经完成了，这不知道是哪一间的。五层任务是，等一下引导一下，不对，五层任务只有一个，它是下面的。在哪里？这个是二号商人的。在哪里啊？四级消灭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任务在哪里？为什么没看到？哇，这么远哦！这个这么远，那我们取消掉好了。这应该是一号商人的任务。小地图上显示，哦，这个是二号商人的。那这个呢？四级取回，哇，这个也好远哦。这个也取消掉。好，我们在旁边晃一下，然后等商人开。这间吧，这间之前好像还没收过。
间之前好像没有收过，就这一间。叫没劈到，哦，要从这里，哦，那个，全部破洞，哎，他掉下去了，我去。好，我也掉下来了。欸，还没死哦。我被那个暗算了，吓死我了！这么突然掉下来。直到有一只，呵，没有。真是的，一开场就这么刺激，是不是有点顿顿的啊？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我怎么觉得玩起来顿顿的，卡卡的？搜索这么远吗？刚好喝掉。不好意思啊，滑鼠灵敏度是不是高了点？等一下，是我错觉吗？我怎么觉得灵敏度高了点呢？低一点好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叫吓死我了，多拆一点机械零件。细胞，哦，一等的猎枪，这那是哪里破掉？好哦，我开始搞不懂它的音效来源了。因为刚换版本，所以我对版本换新的恐惧感嘛，要不然我怎么一直觉得有问题啊？
哎呦，马铃薯不赞呐！虽然说只有一个有点少，但聊胜于无啊。不过如果给我的种子就更好了。哦，碎书。这样的，有楼上吗？但是我刚没上去。哦，楼上在同一个位置啊，往上。嗯，我刚把书吃掉的。书呢？吃掉了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书怎么拿在手上呢？哎呦，水哦，多两本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我刚拿到的到底是什么好了。还有一点可以点，我赶快点这个才行，要不然我商人卖的东西都好烂。哎，我是不是又忘记我刚刚讲我要检查那个书本拿到哪一本？幸运的劫匪？哎，不是吧，我刚拿到是潜行者，对对对，潜行者。差一本呢，所以我刚拿到的是什么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差一本，这个好，找头饰，城市作战啊，这个我还等这个。那个拿到潜行六就变很强。当然对血月是没什么用啊，只是其他地方就很有用。哦，原来上面是有僵尸掉下去的。哦，原来我灯开着。我想说每个走过去都知道我来了，原来是忘记关灯的部分。谈生意，水哦。太重了，掉下来了。哦，我以为长江是，因为只是个全身镜。还有楼上哎，这间还蛮大的哎。没有。哎呦，蘑菇种子哦。躺的姿势就不能好看一点吗？有伤风化。
慢慢。咖啡豆不要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你哎、欸。张飞不要，医疗绷带，所以这是你们做弹药的地方是吧？这么多好东西，等一下哦，把一些东西放进去。碎玻璃不要了，皮也不要了。剩什么？这个不要了。是不是少拿什么？对，这个刚忘记看。好家的，我想起来，差点就出货了。哎呦，一次过，开心。啊，这是弓的部件啊。这样子，然后等再取消掉就好了。鹅卵石有，那就多拿一点。没有，嘿嘿，跳出来啦！哦，爽快！来来，商人应该开了，商人应该开了。商人开之前就赚了一把、啊，先回家一趟好了，身上一堆东西。里面都是装备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带这么多个绷带吧，这样就好。这个丢进去，种子先留着。接下来就是其他的了，东西了。把钢弹带着，耶、yeah, ！接下来就可以威胁商人了。四等的机械锤留下来，刚还想丢掉，还真没有丢。
刚怎么还有药剂？怎么一直都在啊？这东西。再买了。嗯，要之后再卖吗？这些卖一卖好。虽然说我知道装墨的比较赚，但是玩六等的留下来装墨的，走32天，我们去找商人。哇，已经正中午啦！哎呦，5号商人真的有够遥远的，天哪！Well, aren't you a sight for sore eyes? 工作，给我。What can I get you? 5等香蜜也可以，工厂。太好了。Do hurry. I have a protection payment coming up soon. 你有没有卖什么新东西呀？34天才有。不，你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卖。好吧。那这个卖你，好吧，这样子。I'm glad I could help you. 哎，这样这样就要加油，才骑多少而已。这个留在身上。够，这个超近，5等工厂任务。不会这样，今天重击就没有发挥功用的时候机会了。我所以啊，这样子来看，就是低等的，应该说商人任务不分商人前后期，只要你解锁的话就可以了啦。对，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找后面的商人才能拿任务。前面就可以了，只是你要先把后面的商人找到这样子。Go， 哎呦，哇！不是吧？那只是你们兄弟吗？黑狼王，你死！你们闹够了没啊？吓死我啦！狗群战术不是这样子开的啊，过分哦！直接被围剿欸，天哪，我是做错了什么？蛋喝加，我热狗蛋喝加。哇，这
这任务开场真嗨欸。不过这是什么工厂 ？LG， 应该不是那个品牌的 LG， 那个知名 LG 吧？毕竟那是小写，是什么的缩写吗？从Shotgun 哦，是 Shotgun 的工厂啊。奇怪，我总觉得我身上少带很多东西的感觉，可是又没有少带啊！哎，工具都有啦，是不是少带了什么吗？感觉有又好像没有的样子，算了。来了，工厂，赶快！清理耶，要清理该区域，所以要扫到每一只僵尸才行。我应该解回收对不对？解清理其实比较不好对我而言，没关系。反正接都接了，冲啊！不是吧？太夸张咯，连读秒都不读哎、欸！好，现在一等 AK。60块钞，够。好，接下来就不再走出去了，除非真的已经完全满了。锁起来的，所以要从另外一边。中庭花园，这就不拿了。没有路啊！啊，这里。外面一大堆人，等一下，外面一大堆人，想怎么也没有人呢？转过去一大堆啊，挤不过去，太胖了。
没有，这边应该要有人哦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站了一个。哎、，spy。还是不要客气好了，吓到我！怎么都没有声音啊？气死我了，都没有声音啊！这样应该可以了，换个子弹。怎么今天一直被吓到啊？够弱的哎我。老老实实的收集水泥。水泥混凝土，啊，没看到那个。嗯，那个资源是木头。进鬼啦，浮空。看来这个要打到天黑咯。五级任务真的是花很久时间，不管是他收资源还是要清除，都要花比较久的时间。希望是值得的。六级的鹤嘴锄。风箱啊，现在捡到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买了。轮胎给我一个，到时候可以做汽车用。虽然实质上也交通工具，我觉得重机是最好的，只是它地形上还是会吃地形，可是它是最快的，其实我觉得啦，它比那些还要快。没死，竟然是有断肢，夸张哎！这段没有了，锁定住了，所以这不能开。
这个其实是可以走过去的。哎，不行吗？我记得可以，记错了吧？收集建筑材料。底下是不是有东西啊？真的，底下有东西，应该什么秘密管路线之类，等等再过去。先把这一区收完。果然玩多了还是会有敏感度的。这东西好像做不出来，就是玩家没办法自己做出这个东西。不过拿来装饰家里面，这有时候也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毕竟末日生存嘛，都是需要一些储备的物资，像那种建设的也是啊。可是好像自己做不出来，有点可惜。这一间可以是下去，应该是那个隐藏房间。这边应该是属于那种隐藏房间，所以。应该不会有僵尸吧？这里应该是没有僵尸，但是会给一个箱子吧。有隐藏处，还行，还有哎、欸，我说反应炉下方嘞、欸，那算反应炉，应该不算。只为了一个十字大锤哦，有点亏。哇，还不错啦，这就是其实是好玩的地方，探索地图，这样很好玩啊。就记得以前来校钢工厂都没有找到这条路哎。在后面，我为什么又没看到你了？电梯井。这是往上的路，所以这边是对的。哇，看来今天夜战是必定的了。哎，这里有一只啊！啊，刚打架这么大声，你都没反应哦。哦，一言不合就挥拳呢？等一下。那个一言不合就挥拳的有点恐怖，等一下，先挖我的东西，吓死我了！整怪一只手猫过去，好家伙，猫到木板没猫到我，哈！到底哪边是正路啊？这也没有啊，真难博。
行。奇怪啊，怎么还这么大一个空间？完蛋了，到底哪边是对的路？在烧钢工厂的路线是不是改啦、啊？有没有印象的、啊？我怎么就以前烧钢工厂不是走这样子啊？人家这次不止新增那个新地图，还把一些老地方的那个位置图也改了，里面的空间配置图也改了，真是有心啊，这游戏好玩啊！从 S7 玩到现在 S9 啊，每次都有新体验、啊，赞！又饿了，这么快？五级的斧头，耶、yeah ！现在又多了一个地方可以放，太好了！我饿了，吃一下。喝水出都可以丢了，其实。这个到底在哪里啊？枪柜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大哦！所以我哪边到底是对？到底哪边是对的、啊？盆栽剪一剪，这些都是泥土。我们没关系。解锁四枪厂。以前有这里吗？好像没有吧。酷哦，以前没这个地方吧？甘草灰是很好的东西啊，尤其他在建造那个。防御设施的时候，它是很好的东西。没有啊，所以这里没路哎，这里只是一个空的靶场。还好，枪支公司内有靶场，还蛮正常的。毕竟要自己在公司里面试枪嘛。哇，看来今天就是一个夜探呢。我们的重型摩托车今天没有炫耀的机会了。Take off， 哇，满了，这么快？哦，好，这可以拆掉。掉好了，剩一个哦，没有东西可以拆，那只剩下这个了。
哇，我才收一层而已，我身上就塞满了。诶，这是我来的地方，等一下，我是从这里来的，所以要走这里。看到了。是员工餐厅的地方。等。哎呀，你们这里有怕是不是？才不会怕好吗？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想偷偷来啊？啊？都没有。钢铲呢？不要了。身上满了。奶楼啊，这里是女厕所啊，你怎么躲人家女厕所上面啊？你要不要礼义廉耻啊你？刚是那个是男厕，我就不说话，你躲这女厕就太夸张了，奶楼啊。身上满满满，才刚走完第一层。下来，再飞呀！真以为我打不到你？爆炸了！骨头不要，骨头不要，羽毛不要，
是应该是羽毛，对。晚上了，哎呦，睡哦。到你了，都不要。我这边怎么挡住了？哎，绕一圈吧。哇塞！这也太多次了吧！跟羽毛，骨头不要了，这东西这先不要。你有够烦的呢。哎，你怎么说出现的？逮到你了哈！算了，先收着，先收着，一直给我。绕过来了，好，应该是从这里。哇，里面都是僵尸啊，满满的僵尸。下去。哎，气哎！到这里。
这个办公隔间清完，我们先回车上放东西一趟。这边还有一只，这西关阁里的僵尸西装是不是就变帅了？我记得原本的西装好像不是长这样。像刀锋枪。鬼王。哎，干锅跟风枪我应该有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已经有了。柳吗？白车的前面，这个位置好。哇，真是身上格子明显不够用。加州满了，等一下哦，钱主要放在里面。像没几个呢，白车的前面，然后这个窗户，看我的神奇魔法小框框。
这样比较好看一点。因为棉护腿真的很丑，他就不能不要外层那个吗？就是我自己选择什么东西，我要穿内层外层，这样才好看呢、啊。就是我自己哪一件我要搭外层，哪一件要搭内层，有没有？这样比较好看。这里哦，我还真是这里哦，我要错，哎，不是啊，对，前面这边有一个门，对对对，这个门是我自己关起来的。电梯井，哦，所以这是电梯。右侧没有安全，没有一个人的家教。花的种子，杀死尖叫僵尸，沉默的羔羊。哎，左侧一只。在哪里？闪烁红点代表很近呢。这里后面。夸张哎！他下次能不能给我个倒计数啊？到底剩几只？啊！天哪，来了！打到后面，我不要求强强爆头啊，但是打到你们，反正打到你们会死就好。哇，还有，两轮哦，哇，被框到了，可恶啊！哇，还走不到一半吗？锁定，所以要从另外一边绕过去了。时间已经快没了哎。难怪人家说五级任务不适合潜行流，太花时间了。从另外一侧打走。哇！我特别关灯，你还打到我。先走吧，先走吧。
搜一搜。小时快了，你变一堆红点是怎么回事啦？下面是我收获的地方啊，上面。最红点是哪招？奇怪了，我明明设定好一天是24小时，是里面游戏24小时，是外面的差不多，这多久啊？是一个小时啊？为什么每次排完都会超过时间？笨鸟又下来，吵死了。好，一样可以，没问题。是笨鸟，气死我了。气死我了！好大哦！What？ 怎么可能呢？想躲啊！哎，掉下来了。
没啥食物哎，这一栋。奇怪了，是因为我打潜行流很慢的关系吗？这么久啊，还是因为我到处同时也在搜刮资源的关系，好像都有可能。后面应该有一只，有一堆啊，不是一只。软脚，回下体力。应该是我一边在搜刮这些资源的关系啊，不然怎么打这么慢啊？趁现在收刮，要建房子的时候再收刮，到时候不知道要找多久才有水泥了。哇，这是已经死掉的，他怎么一直吊在那里？然后刚刚也没有触发到。哇，一个小时又18分钟哎、欸，现在过一天，说一小时快15分钟左右。今天会比较漫长哦。好了，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吧。这一段收完了，把这个空间处理掉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。明天再继续处理这个复杂度比较高的五级任务啊。难怪人家五级任务比较不推啊，因为花时间太长了。但我觉得跟我本身玩的玩法也是有很大的关系。OK， 这是刚刚的那个门。所以明天就是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头一次头一次我玩到一半决定停下来，没关系，那就先这样子。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哦，好累哦，今天一直被吓到，天哪，超辛苦的。那这样子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我们今天的CS3冒险就停止在这里，明天我们就应该说下一次开台，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5层的 shotgun 工厂通关吧。然后很可惜，重型机车开出来了，应该都做出来了，骑上车了，但是没有跑远一点的地方，所以比较不出来它跟小型摩托车的差异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那就这样子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不妨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游戏时光机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追随。想看更多七日杀相关或是其他游戏的实况，也可以点旁边的小框框哦。我是冰雨，我是实况主冰雨，游戏时光机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